我是太上皇临终最后召见的人，太上皇对我有不少的嘱托，都是关乎社稷大事，一字一句，万钧之重。下面如何部署，请中堂示下。我呀，刚被任命为治丧大臣，负责大行皇帝的安葬仪程。目前啊，这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情。今后的局面，我还要再看一看。那，不过子宫未动之前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变。你们都记住，我在，你们的前程就在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等愿效犬马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要你们各回任所，各尽其职，一切如常，不要乱说，也不要乱动。一旦需要，我会招呼。你们只要轮服向心，呼应紧凑，就能立于不败。总堂放心。府里最好的救心丹拿来，是，把它搭进去，我去回禀和相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行吗？啊，差不多行了啊，见好就收，知道吗？知足常乐，你不懂吗？啊，差不多行了，哎，哎，别太过分了，行不行？这得花多少年啊？啊，差不多行了啊，可以了，拿那么多干嘛？你花得了吗？啊，行，就这些了啊。咋的？别这样行吗？啊，管住自己，管住自己手吗？哎。差不多行了，怎么那么贪啊？啊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见好就收啊！爷，哎呦我的爷，爷，福大人回来了。二爷呢？爷。大人一个人回来的，
是不是出事了？差不多行了，怎么那么贪啊？啊，嫂子，嫂子，胡大人，胡大人，周大来了啊！周大，何林怎么样？中堂，中堂，中堂啊，中堂，二爷的，全都是骗人的，全都是傅云帆宇的手段。二爷到死才明白，什么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啊！中堂，我和珅的肉很香啊。中堂，就看谁能过这道通天河了。刘全啊，爷，当初我拟这份遗诏的时候啊，心里都还多少的有些不忍。那是，不管怎么说，20年荒恩泽目，动了谁那也是天家的骨肉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可是现在这最后一道藩篱是他们自个儿戳破的，这藩篱背后藏的即便是天罡地煞也与我无关了。嗯，爷，您不能心慈手软了。是不是？中堂，中堂，您要怎么动啊？叫他先渡为快。瞧瞧，瞧瞧。令行废立，黄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一亲一贵，其人在前，以我治丧大臣的名义，召集上下八旗正副都统、左领牛录进京议事，让他们数清黄金的数量，告诉他们我会让他们的铁杆庄稼从今往后长高一尺。正。招谁了？快回禀中堂！你找死啊你！这个时候谁敢触动中堂的眉头？那怎么办呢？把箱子盖上，该送哪送哪。
干什么的？我刚刚踩死一只蚂蚱，我把它埋起来了。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府里混着玩？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哎，我认识他。对，我就是李教头，李教头就是我。胡大人，何军门临终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哎呀，当时我不在他身边。那有谁在呀？我说了你也不会信。谁呀？报告胡大人，抓住一个人。就是他，阿卫。呀呀呀！陈，给主子请安。起来吧。回主子，这是李侍卫从和珅府里发回来的。说啊，你们最好对我客气点儿。把这收拾收拾，桌子搭回去，把那椅子搬过来。听到没有？还跟你们说话呢。晚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有背景的，说出来吓死你们。听见没有？啊？哎，干嘛？我皇上派来的。不劳提醒，知道。据信上所报，福长安已经潜回了何府。看来何林的死讯是无从封锁了，这可是个坏消息啊。是啊，天下大事莫过于行孝。大行皇帝尸骨未寒，朕本应结庐于子宫之侧，静心守志，慎终追远。可现在看来，时不我与了。何林一死，和珅直接失去了七省兵马的后援，照说应该老实些了。朕看来是恰恰相反。何林未死之前，朕曾经做过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和珅依仗何林以及他的七省兵马，一旦有变，或打着举世秦王的旗号，或是以武力割据分治。现在看来，动兵是不太可能了。但他绝不会束手就擒。那手里没兵，他能干嘛呀？认识这个吗？这是太上皇的随身印信。如果有机会，可以把它盖在任何一张纸上。别人接触不到，可近在咫尺的和珅却是举手之劳。他要访客一枚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他要假拟诏书，直接向七省调兵。调兵的环节太多，失去和林的统帅，
仗也没那么好打。那他还能干什么呀？这信上说，和珅已经召见了他在京的同党，还提到了八旗旗主。他要一个一呼百应。可是这些人手里也没有兵啊。祸起萧墙，并非一定要兵戎相见。那要他们呼应什么？和珅若想立于不败，恐怕只有一个途径可行，大概不出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身为臣子，这两个字嘛，出口便是罪过。出不得口，那就写下来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谁？你姓什么？你谁啊？你老家在哪里啊？哎，你怎么声音跟我这么像呢？你父母是谁？你管我呢？查三代啊？你干嘛呀你？哎，你也养吗？啊，对。在这儿是吗？啊，对。玉枕穴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，太准了，太准了，就这。哎哎，再来两下。哎呀，哎哎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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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不是来救我的？有人来了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马上来救你。沾杆处的吧。回相爷的话。这沾杆处的怎么了？你们这些奴才啊，心里头只有一个人，只为这一个人效命。现在老头子是不是把你们作为一份家当留给了皇上啊？说呀！听说何林死的时候你在场啊？在啊，怎么了？他临死前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了好多呢，我都忘了。嗯。你何相问你，何君门临死的时候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了好多呢，我都忘了。哎呀，给你长长记性。我说、哎、我说想起来了。我说说。嗯，在他军帐里，他临死前，他真的说了好多好多话，我真的都想不起来了。
啊，但是我挺敬佩他的，我觉得他身上有傲骨，是条汉子。他挺激动的，说着说着他就拿出一颗绿颜色的小药丸搁酒里了，那人家眼不眨心不跳，咕嘟一口直接就喝了。哎，那小药丸真的厉害，没多长时间身子骨就硬了，嘴唇发黑，噗一口黑血，你猜怎么着？死了。你去和林军营是老头子的旨意吧？什么老头子？问你话呢。老头子当然是老头子。爷，你说二爷他这是何苦？是，可不是我要逼死何林的。当然不是，那是他自己的抉择，是他看清楚了来龙去脉。二爷英雄一世，他不想自受其辱。说什么全始全终的忠臣之义，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这全是谎话。父子王朝家天下，人家是嫡亲血脉，我和珅我算什么呀？我就是一块肥肉，一份产业，老头子用完了才留给儿子开销。哎，你这话我听着耳熟。你听谁说过？你刚才不是问我何林临死前说的什么吗？哎，他说那话跟你刚才说的挺像。在这之前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是谁？是老头子说的。爷，爷，我给你倒杯茶呀。他能看家护院，能逗主人高兴，还知道感恩戴德。狗呢，也被用来殉葬，爱犬爱马之类的，常见于墓穴之中。不过狗也会咬人，只要它咬对了地方，谁的喉咙都会被撕开，最后在锅里煮的不定是谁呢。我到这儿来没想怎么样，我就是想什么呀？我就是想捞点值钱东西。这你算是来对地方了。你知道大清国上下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？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我和珅这20年来聚敛的财富是这个数的10几倍。也就是说，我和珅一个人就能养活大清国10几年，你说你是不是来对了地方了？
有的时候啊，特别是老头子对我胜券有加、情同父子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你说这么多的民脂民膏全归了我一个人，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啊？看来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什么忠君体国、解民倒悬、以天下为己任，那全是扯淡。十几年的大清税赋，我拿的太少了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。等你有了我这样的权利，你照样可以为所欲为。你说你喜欢钱啊，这对，钱是好东西，人找钱不容易，钱找人容易得很。老头子可以用权力来养狗，我和珅就可以用钱来养狗，我养出来的照样一呼百应。老头子说他不喜欢三国，这全是谎话。我就喜欢三国，那里边啊有好几个聪明人呢。曹操，曹孟德你知道吗？哎，他就是一个聪明人，一辈子只做丞相，可是呢谁当皇上得他说了算，把刘家的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你说他多聪明啊。曹操能这样，我何尝不能啊。你老头子想把什么都留给儿子，好啊，那你也得看我让不让，不听话的我就换了他，该杀人的时候我绝不手软。我看老八永兴这小子还可以，这位阿哥呀有一个优点，哎，和你一样爱财，而且是吝啬成性。你说他家里头有那么多的金银是吧，可是呢却日日食粥喝粥。哎呀，弄得举家上下面黄肌瘦，福信们苦不堪言。还有这种人。一个人呐，就怕没有嗜好，无欲就无求，是吧？他不是爱钱吗？给他弄点钱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他当了皇上，只要我给他输银入币，他就能天天数钱，乐不可支地管我叫相府。奉仙殿陪祭。奉仙殿啊，那是供奉先皇御影的地方，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出。奉仙殿陪祭，请君入瓮。爷，他们是不是要对你下手了？他们要下手的话，就直接派人来抓人了。问他们是不是得查着点什么了？这皇上有一诏，来探听消息的人已经绑在这儿了。他们呢，这是想把我给隔离开。看来他们知道我和珅的分量。
可惜啊，手段不够高明。哎，爷，这怎么办？我跟他聊得还不错，是吧？啊，赏他个脸，给二爷殉葬。哥，赏你个脸啊！什么殉葬？就是二爷下葬的时候，把您一块埋进去。小子，造化不小。哎，哼，哎，哎，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孙子呀？啊，你们整来整去闹来闹去，关我屁事儿啊！难怪老头子找你们，你们这帮不得好死的王八蛋，快给我放了！别好了，我马上下来。放我出去！嘘，小声点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来救你的。哎呀，我就知道老子福大命大，你是皇上派来的吧？是。快快快快快给我松开！不着急，你先告诉我你是谁。我是大内侍卫啊。大内侍卫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我叫赵，我叫李全卫，哎，大内侍卫，站杆处的李全卫，你打听打听。行，那咱们俩真的该见见面了。你好，我是站杆处的李全卫。如果你是李全卫，那我是谁呢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有一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别出声，我想法把你救出去。后院有一个进出杂物的角门，每个时辰开一次，你想办法从那儿出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以前在这住过。原来这么回事儿，难怪他们都认识你，李教头。哎，他们认识的是你呀、啊。哎，你说我们俩会不会是一个亲妈生的孪生兄弟啊？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了。你尽快出去，然后把你听到的原原本本的告诉给皇上。哎，你不走吗？我在这还有差事。干脆咱哥俩一块大摇大摆出去，把和珅那个吓死得了。哎，你会轻功吗？会啊，你要干嘛？会轻功很帅啊。可不是，你府上北条征道不要这些吃屎，就跟我开一粥厂的了。人在哪儿？在里边。把刀给我。大人小心，听说这个人站杆处的，那更要亲自动手。张肝处，听这三个字儿，牙根就痒痒。给我走！人呢？糟了！调集人马，保护重大安全，快！是。回皇上，李侍卫回来了。在哪儿？殿外求见。快让他进来。这。老头子尸骨未寒，本来我想等到三七之后再动手，可是这做儿子的不想等了，我还等什么呀？您准备在什么地方宣召啊？
老爷子的灵柩已经停在了太庙，那可是个好地方。太庙宣召，灵前继位，这也算是名正言顺了。奉仙殿那边怎么应付啊？要是不奉旨，他们马上就会怀疑。让封神阴德带我入职，这时候只有他去才能够搪塞。大夫临济不被礼法，那可是个险恶之地呀、啊。我知道，大事在即，即便舔犊情深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况且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你最好别动。皇上，该动手了吧？和珅当朝二十载，权倾天下，门生旧部遍及朝野，根深叶茂。没有实实在在的罪名是不好抓的。为臣不轨，叛逆谋反，大不敬，哪条罪名不行啊？到现在为止也还只是消息而已。是啊，就连一个县堂也要讲个明镜高悬。朕刚刚亲政，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服众为第一，师出无名是不行的。皇上，想开列和珅罪状的大有其人。和珅是军机首辅，谁敢贸然出头啊？人的脑袋是会东张西望的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。咱们保护下来的那些人现在何处？回皇上，太上皇把他们都安置在承德避暑山庄，现在都已经接回来了。很好，你们分头去做两件事。第一，让这些人公开露面，由朱师傅带领。自从炸船之后，朱师傅一直没有露面，到现在还是个死人呢。那更好，震慑的效果更佳。朱师傅带上这些人到内阁六部大小衙门走一走，让所有的人都看见，都知道。和他们说什么？不用说什么，见见面打打招呼就行。第二，四处下点毛毛雨，就说朕马上就要动手查一查这些年的账底，看看各处的银两这些年都有什么流向不明之处。这就行了。嗯，我看足矣。动吧。领旨。李侍卫，你留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
朕要你再回一趟和府。抓和珅是吧？和珅那份伪造的遗诏你见过吗？我知道。以你的身手应该可以拿到。朕想知道那份遗诏上和珅想拥立的那个人是谁。我看老八永兴这些还可以。哎呦，他好像提到过是那个谁。想起来了吗？是谁？是朕的哪个兄弟？兄弟啊？那当然是朕兄弟中的一个了。皇上要干什么？查明之后，朕给你专捆之权。干嘛？就地圈禁。兄弟啊，也要圈禁起来。兄弟，你的祖父李卫是拥底出来的，他没跟你说过吗？当年九王夺嫡的时候，那些兄弟之间都做了些什么？血雨腥风，下手无情，那也是兄弟。这要是跟你一样，不用在这张龙椅上坐着，这也会疼兄爱弟的。朕只圈禁一个，已经算是很仁慈了。